你要做就是姜味汤，用味汤啊，用味汤的话，放黑胡椒、金香、盐巴，先放金。因为我是香港人，香港人其实没有一个自己的菜系，你有广东菜，但是就没有一个菜是香港菜。香港是一个很没有自己的，它都是吸收很多外来的东西，吸收英国，然后再早一点就是日本大陆，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偷了，然后变成自己的。在 Monomo 这边就是一个冬季的想法，冬天来了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 The winter is coming， 然后把所有这一些不同地方吸收回来的经验跟在香港一直有做菜的经验把它结合，然后加上当地食材，然后做一个围绕住 The winter is coming 这个主题去做。到这了吗？嗯，180。好，那个菠萝，好，那个香。